今天教的就比较特别，好，教的比较特别一点。因为今天，下一次就是那个什么高级，所以现在呢就是综合高餐呐、啊，啊，餐餐一点点 ，OK， 这个是在高级，通常都是在看命的时候需要用到的。啊，就必须要用到的这个高级，所以今天是中级的最后一课啊，中级的最后一课。那么有学生说微信我、他们要把那个 CD 啊放在哪里，放在那个 YouTube 可以啊，这个不用说的，不用问的，你们可以自己转发，没有版权的，这又不是我的东西啊，是老祖宗教的，我把它告诉你这样而已啊。好，8月12号，2014年，八次课程第四课终极。啊，这个星星就是我们要跟人家看命的时候呢所具备的，一定要学会画这个星星。我的建议是你不要画了之后才就是画好，然后才跟人家看。这是我的建议。啊，就是边看边画，边看边画，啊，就比较好，比较好。要把它给分清楚，它的位置，同我，啊，同我就是跟我息息相关的，同火。啊，比如说子女这些是不是同我？不是，是兄弟姐妹这些叫同我，啊，跟子女没有相关，但是。比如你的孩子啊，给你的妹妹带出门了，发生事情了，其实就跟这个有关系，跟这颗心有关系啊，这个位置有关系，所以上面这个位置永远要放你自己的五行，你属什么五行的你就放在上面啊，要记住啊。那么你的母亲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然后发生事情，也是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啊，怎么找到？怎么找到呢？很简单。大多数的师傅们呢，只会用天干，其实不是的。他们用天干的，当然也是用地支。比如说，你是属午的，你是午，是属马的，那么你本身的命根呢是丙火，那这个就是同我了。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啊，那OK， 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五常下是丁嘛，所以年只要是年月日时有跟你五行相同的啊，就很容易测出到底是吉还是凶。我属马，我属火，我本命属火，然后我又是属马的，所以在马年的时候，在老鼠年的时候呢，子午相冲嘛，是不是？那对我就会有影响。他也是属马的，但是他是属什么呢？属水。马年对他的影响就不大，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啊，马年对他影响就不大，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，同年同月同日，为什么发生的遭遇不一样？他们的文凭也不一样，一个是做 GM， 一个是做经理，一个是扫地，都是60年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同月同日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时间不一样。另外呢还有一点啊，他们同年同月，那么只要日一旦有变化，很多东西都有变化，所以我们子平是以日为主，同我这个地方，我生就是我本身自己，我生要能生得出啊，生不出的话这边就出毛病了啊，我是水，水生木，对不对？水能够生木，那么当水生木的时候，水能够生木那是好水，但是水生不出木那就麻烦了。水如果没有木呢，这个同我是水，那么如果这边没有木的话又是怎么样？没有木给你生，那就直克，那叫直克，这里是零，这边是直克，不管这边是什么啊，不管这边是什么，
总而言之，这个是水，这个就是木了。那我八字缺木呢，叫直克。直克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很直接，说话什么东西很得罪人，很直接。赚钱不喜欢走短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是财啊，这个地方是财，财第三个位置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是第一个位置，第三个位置是财星。Die die remember， 一定要记住，这是财星。你的财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五行，就看这个。所以今天这一课很重要的啊，你单单这个你就能够说他的一生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八字在这个第二个位置是零的话呢，他赚的钱就不可以那种啊，要拖得很长的啊，修车和洗车，他要去做洗车，洗车和 polish， 他要做洗车，他是要快的。酒楼开酒开酒楼开餐馆，他要卖杂菜饭，他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是要什么吃什么，然后等，他不可以，他没有等的这颗心。所以古书说，心者心之意也，跟心，心跟心是一样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做什么事情，为什么赚不到钱，什么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缺了这颗心，然后呢他又要走长线啊，他想要走长线，他缺这颗心就没得走长线了。那么我们想流年出来的时候呢，我是属水的，这边是木，对不对？这边是火，那么我这里是没有木的，但流年今年是木，对不对？今年是甲午年，木出现了，流年出现了，做事情就要怎么样，就不可以那么直接了，就要缓一些。我想要再开多一间杂菜饭啊，直接的赚钱的嘛，慢一些，他就要缓一些。所以这边呢是速战速决，这边就叫做按部就班。那但是一定要有哦，要有，没有的话就不叫按部就班了。也算的，也算的。当然流年就是一年而已啦，大运就比较长。那么还有呢？如果这里我属水啊，我属水的啊，这边是木。那么木有啊，木有没有？有。但是这里呢？这里少，我们说少，或者先说一个吧，一个，那你就要有这种基本常识了。火，初学是叫木生火，中级叫火赖木生，要这样分，中级的时候就这个是火，火要靠木才能生，不用靠，用依赖。为什么不用靠呢？要用依赖呢？依赖啊，迟早要断根的，迟早你要自行啊，这个不用紧，你用什么字没有关系了。古书是每个字它都会讲的。好，那这是火，这只有一个，那这是木，木多啊，木多，木多好不好呢？不好，这边太多也不好，这边太多的话呢，它要付出很多，但得到的确实很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说我每次做了为什么没有好报的呢？什么老板不欣赏，就你应该要这样吗？没有问题啊，哪里可能你做了很多你得到很多，或者做很少得到很多，别人是这样，你不是，因为这里出了毛病，这里多过这里啊。第二个这个是谁？是我生的东西，我生的东西它多过了这个啊，这里两个我一个，这里三个我一个，都是因为多啊，他必须要付出很多。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只有一个叫火赖木生，但是木多的话呢，火就会灭掉了，会熄灭掉，不是被水灭掉啊，是熄灭掉，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我们去烤肉，那个火种你放一粒，但是火炭你放很多，起不了火。起不了火。你看当他起火了之后呢，每一个都沾有火边了之后呢，他会的人啊，做撒爹的人就会把这个
这个给推倒啊。火在开始的时候，它的力量是什么？一定要聚。所以属火的人在做什么事情，先要急，先要把精神给急起来。你要结婚，你就好好安排你结婚；你要做事业，你就好好安排你事业。你现在既然是在升级的时候，就不要结婚，不要生孩子。这属火的人啊，你为什么会失败？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成功人？他的大运好运在几时？在26岁，但偏偏26岁是几时呢？2014年，26岁。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孩子是在2014年出生的，就知道了他败了，他成不了大事啊。所以在战争的时候，你去生孩子，不是很多麻烦吗？明白那个意思啊？所以木一旦多呢，火就生不起来。生不起来是什么呢？要怎么办？怎么化？做那些安定的工作啦。有没有听过命运捉弄人呢？啊，怎么捉弄法？他这里呢是木多，这里火少，所以财星比较弱。那么木去把这个财给灭了，所以他必须要做什么工？必须要打工咯，在每个月乖乖的稳稳当当的拿工钱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的八字又没有正财啊，只有偏财，又逼着他要做生意。你看，这叫命运捉弄人啊！常常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去做生意，我们去帮朋友做生意，哇，他赚很多钱，我们这里出来做赚不到钱。赚不到钱，只要你们认为你们的八字赚不到钱的，好，清清楚是赚不到，那肯定是这边多，这边少，就是赚不到钱了。那么赚钱不会收呢？不会收，那就要看你的财，不要看这里了，这边是赚钱，我是不是一个赚钱的人？啊，那我是一个打工的命，那你这边少。这个地方我生要多，那这个少啊，你是个打工的命。那我是一个生意的生，但是我说过了啊，这边多这边少是生意命，但是我本身自己没有偏财啊，这不是这边多这边少是我是打工的命，但是我的命有偏财，那怎么办？等偏财大运来的时候才做，那就没事了。啊，那你等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木，对不对？那今年是甲寅年，1974，你去做生意，你败死你啊！所以当这边多的时候，这边少，我们不要做生意。啊，记住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会分。那么刚才说了，我一辈子有没有钱？我能不能存钱？我花了没有关系，但是要能够存，能够存。好，能不能存钱不是看这个地方，是要看底下的这个过程。所以很多老师他们在看命的时候，他们很喜欢把正印放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说是父母啊，长辈。我们是依古书的，我们不随便自己改啊。有可能你看古书看久了，你会厌倦啊，想要自己出自己的 pattern， 这样是死路一条。啊，因为45经就你就读不完了，你还要去翻这些东西。好，所以这两个代表什么呢？脚，这个是头、手、脚和身体。这是一颗星星，天上一颗星代表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。啊，所以老祖宗说，我们的左脚还是右脚，随便看你怎么看了，左脚右脚随便的。但是我们通常是说左脚，左脚啊，不说右脚。左脚是踩着财的，右脚是踩着权力的。你要分得很清楚，青龙是管财的，青龙位一定要好啊，青龙位啊，在风水上，青龙很青龙的那个主屋啊。我们站在我们的 balcony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青龙位，青龙位哇，很多主屋啊，那主屋都是。大家都知道，主屋就是长长的，
对不对？什么长方形，或者是啊这样子长方形的，这属木的，对啊，哦，你的青龙非常的旺盛，但比这个更旺盛的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只有一片大森林，哦，那是旺上加旺咯。那为什么主屋就叫旺盛呢？因为主屋里面有人吗？那为什么森林会比主屋更旺盛呢？因为森林树木就有生命嘛，他们的生命，为什么我们用根苗花果代表一个八字，就用一棵树来代表一个八字的原因就是这样。那从前呢，看风水呢，所以看风水还没有进来这个屋子啊，他们用什么？用植物，先摆植物，摆每个角头都摆啊，那是做什么呢？看阳光，吸收阳光，哪一个地方能够比较吸收阳光，吸收什么的，然后水分啊什么它都要浇得好，那么长得最旺的那个叫财位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叫气最足的地方啊，这个屋子你们懂，但是真正的不是这样的，是还没建呢他们就摆了，所以对你来说应该是都是一样的嘛，哈，长大应该一起长大吗？不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太阳上山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有刚好有一间屋子，上山的时候呢照不到啊，然后这边呢有一盆花啊，这边没有屋子，这边有一盆花，这边有，早上太阳照不到，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呢太阳照到了，照到这个了，但是这一盆是什么？天天都在照，太阳上来就一直照，会比较容易，这个水分你浇同样的水分，但这边会比较早一点枯，这个地方最好是做什么呢？做它的 washroom 冲凉的地方，水分少，所以就会设在这个地方，它的游泳池，以前没有游泳池啊，那皇宫啊他们就设一个鲤鱼的地方，懂了吗？什么地方是你能够安睡的地方呢？安睡的就让女孩子睡的，什么地方就一定要能开花的地方，它这些植物啊开能开花的地方就可以啊，女孩子睡在那边最好能够生孩子啊，也叫后宫，所以前宫后宫左青龙右白虎他们有分宫位的啊，所以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，皇帝坐中，对不对？他北后面一定要北，皇帝不可能像在东的，不可以的，一定要在北。为什么呢？北叫长位，长方，长是什么？收藏。我们通常风水最讲究的是北方不开门的。你家里哪个门是北方？这个啊，你不要开，尽量少开，少开。你要开可以开，开了啊，就一定要有关啊，就关上。没办法吗？这里是北门怎么办？那开了，开了要关，不要开它，开就要关，开就要关。要不你的大门朝北的话，有句福建话是这么说的：门用绑，卡固变扛扛，住久就空空了。啊，实际上是因为北方有寒气了，对肺不好，所以皇帝一定要坐在北方，他不可以向北，他要坐着北。啊，北代表什么？五行属什么？属水，对不对？水就一定要高。多高才算高？九数为高，所以他要九个 step 转那边啊，会被水淹死会吗？会啊，不会你试一下，不会。会为什么不会淹死？哦，水不淹皇帝的，皇帝跳水不会淹死的。哦 you are king 我归来救你啊，那个是谈丧葬啦，对啊，会啊，会被淹死啊。要怎么样才不会淹死？不是九个楼梯，是把水给积高起来，懂吗？啊，所以我以前在香港有一个不知道，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师傅啊，他去跟在那个国家排行榜第十六个，李嘉诚排第四。哎，你们是李嘉诚，你们懂哈、哦？他是排第四 ，Rolex 懂吗？
Rolex World Number 10而已啊， Patek Philippe 才是第一啊，但是没有人懂啊， Patek Philippe 你戴了没有人懂，他是第16，跟他摆了一个阵之后呢，哇很惨啊，变成160，瞎得很惨。最后是因为他的女儿结婚，然后我去他家，我在那个地方教课，我就去他家，嚯，红包我都没有给啊，就直接跟他讲了，这个曲边个摆的？为什么呢？他摆个帝王军，帝王军很好啊，他的吃饭的地方啊、哦、高，吃饭的地方高是北方摆高。啊、高我们算是九寸了、啊、算是九寸高了，九寸高。三层九寸九寸九寸。三层。三层九寸算九寸吗？三九二十七。二加七也是九。两个九呢十八。一加八也是九。四个九呢三六。三加六也是九。所以九是很大的。九是最大的数，就是这样。你怎么加都是九。知道吗？啊。摆了这个局，摆了这个局之后怎么样？哇，很 drop 啊 ，drop 160啊！你看，但是不是一天呐、啊，四五年呐、啊，慢慢 drop 啊，啊 ，drop 到很惨。好，最后我看到了这样的情况，啊，我跟他说，那么他的那个桌子还是圆的，圆的很大，18个人的位置，你看那屋子多大？啊，已经起了三个九了啊。这十八个位置，他是做金的，金的，钻石啊、金啊这些的。出了什么问题？就是你说的了，皇帝坐在九层高的位置，又坐着这个北，后面是北，北属水，九层水，都是水，对不对？皇帝穿什么？金，金。我老母，为什么皇帝还能旺那么久？什么原因？难道不怕吗？怕，为什么不怕？怎么样破这个局呢？ Stupid， 只要你有酷。你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 IKEA 认识这个 COS 吗？ COS， 你知道他的货仓在哪里吗？我们的家就是货仓。只要你有酷，你的酷有味，你就不怕。财多，身子弱。只要色库财多，身子就不落，因为财有所归，身何以落之啊？哎，不了，就是财有了地方住，哎，怎么讲？啊，这种白话 很不好听、啊、所以为什么读古书你会头会摇，真的会摇？你读久就想跟人家，你看呢？有呀。最后我摆了什么阵呢？皇帝的身上有龙啊，为什么不要放恐龙？阿里芬也是好啊，龙你有看过啊？是吧？狮子啦，放狮子啦，对不对？臣为水库，所以皇帝的龙有原因的。你以为他随便放龙啊？那为什么皇后要凤呢？凤为龙死啊，龙一旦有事，凤就会来了。库外面有 bodyguard 啊，通常都是请那些哈、啊、拿 M16 的啊，现在没有 M16 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是谁？那就是凤啊。凤多，那个龙的寿就长，懂吗？凤要多，龙的就长。啊，这个比较近，但是龙者。库也，那、啊、不龙者臣也，臣者库也。他是古书是这么记载啊。那么后面也要有龙，前面也要有龙，他总共身上要有九个龙。九个龙为什么九个龙呢？九五至尊啊，不是九个龙，是阻挡九方水，九方。九个方位的水，八方不用讲，大家都懂。一方是地，那还有天呢？天灾不可避，天要怎么样？
所以他叫天子啊。天子为什么叫天子？子是哪个子？生子成的子。他都有风水，然后呢，左青龙一定要文官，右白虎一定要武官。打仗的时候看这边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我们说了，财位财不是财位，财星，财星是在什么？在青龙位。你把青龙位管好，你的财自然顺。所以站在 balcony 就要看到什么？啊，青龙，哇，一片大地，很美，很漂亮。嚯，啊，这边矮，越来越高。嚯，看得远，除非你戴眼镜，近视看不到。看得远，哇，远 ，very good， 你这个地方就很好了。你不用了，看窗口也可以，啊，看窗口也可以，不是宝哥，你是看窗口，啊，客厅的窗口，啊，其实不是的啦，严格上应该是看大门的，但大门现在都没看不到东西了，大门就看到 next door 而已，什么青龙白虎，什么龙虎都没有，不见掉了，所以才看宝哥你。古代不一样，啊，古代屋子门左青龙右白虎，很简单，啊，现在不是啦，现在不是啦。啊，现在屋子对面屋子的门，然后白内衣内裤什么，所以现在的屋子呢，以门为这个像啊，这个像，那么那个窗口为主，我们要以窗口是什么？坐门呢是像，古代呢以像为主，像要有气派。现代呢以坐为主，风水不要再以象为主，千万不要，这样是错的啊，错的。好，那我跟他摆什么呢？他是做鸡眉嘛，叫他车九只龙的金线，用金的线啊，纯金的。他没有办法车，因为线断很容易断，他没有办法车，他用烧的。烧了他才跟我说的，可以烧的也可以。九只龙，龙有九子，九只龙，然后呢挂在那边，选一个好的日子挂上去飙升，现在是第三名。多久？七个多月就看到成绩。为什么要那么久？因为他下得很惨啊，从16到160啊，这个我还是听他们说的，最后摆了这个阵啊，所以红包没有给啊，因为不是没有给，是忘记给。最后他出飞机票，飞机票，请我回去新加坡。你看这种最容易的，所以库很重要。一个地方如果他的家里面水为财，知道吗？但是不是叫你把水位放财，就财位在这边，你放水不可以。千万不可以，懂吗？水是财，什么意思呢？水是管财的。学生怕谁？怕老师。老师是管学生的。老师如同什么？水。学生如同财，所以老师管孩子啊，管学生。你的家为什么财不听话？就是没人管。那找谁管呢？找这个水来管他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水老师要怎么样才能管好学生？做你自己的事，不要做其他事。那做好本分，好像他啦什么啦怎样怎样，你不要管那么多，你就做好你的本分，他把功课做完就行了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所以水位也是一样，放在这个当旺之方啊，临水之地，就是西南，现在叫西南了，很简单，叫西南。你们只要把水设在西南，财就会比较听话。然后财位再看它适合什么，再吹它财位，再吹动它财位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的财星在哪里？财星在这个地方。啊，那如果这里我克和克我这个地方，如果能够顺，你来的钱就比较容易。比如说我是木，
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成金。我的八字没有金啊，只有土。有财吗？有，有财，财非常丰富，非常丰润，很好，很有财的。所以跟这边这里是不一样的啊，这边是零，这里是有财的，才能顺通，顺很顺的通，知道吗？很顺着啊。那么会不会积到上面呢？不会，它是在这边盘旋，盘旋，盘旋。当然，如果这边有东西，它当然还是会克的，还是会克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还没谈到这里，这边还是在这边盘旋。但是你的财库就没有管家。哦，原来正官是管钱的啊！先谈财，后谈官。先有财，后有官。啊，正官专门帮我们管财，他专门帮我们理财。所以正官多的人呢，你就可以叫他去做管理，他肯定是一把手。正官多呢，能够克谁？克劫财，劫财最怕正官。劫财一旦克了，那这个财星就稳了。所以八字没有官没关系，但是劫财多啊，那事就大了啊。就是这个同我，就是我嘛，我自己，我啊，我没人管我没关系，我还是会长大。但是如果我的生性里面，我的八字里面有着太多的劫财呢，我就是败家子。没人管的孩子没事，只要他不是败家子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才叫做惜财，珍惜的惜，惜财易富啊。啊，你要惜财，你容易发，就是有钱。所以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把他的财给管好，就要看他的正官。一个人会不会每次有精神压力，就要看七煞，因为七煞克比肩呢、啊。比肩就是我，七煞就是压力，每次就很多的压力，那就是你这边在出问题了，这里出问题了。生我的啊，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呢，这个人就很辛苦了啊。这边是零，这边就真的太辛苦了。这里一定要有啊，不可以没有。没有的话怎么办啊？他就一辈子都靠自己了，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了啊，不可能是富二代。但他的子女可不可能是富二代就不知道，就要看这里了。富二代啊，或者是父母很有钱的，通常一定要这个地方第二格、第三格和第四格这三个位置要平衡，很容易让你的子女将来很有钱。这里要平衡啊，那么这三个地方平衡呢，就是财来财去啊，平衡，财来财去，很难收钱。所以这里很重要哦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说了，这里多，这里少，工作。这里多，这里少，工作。那么，如果这里多的话呢，他能帮你。这个人要走路，学走路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生我的心来扶持他，帮他清除他的道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颗心，这里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过强，太过强，这里呢就会怎么样？每次就要去克，啊，要去克他。你要不要他都会去克的，就是父母，啊，父母。
啊，挖眼睛给孩子，然后挖这个给孩子，挖那个给孩子，什么都给孩子的。为什么就给了，没有为什么的，为孩子付出是没有原因的，只是这个原因，这个的意思。他会帮他磕掉他的 obstacle， 让他顺，知道吗？所以这里三个，这里一个，这边就要忙碌了。这里越多，这边呢越劳碌，我们也叫劳碌命。这就是我们的长辈能不能长寿，就要看你这里我生的地方长不长，多不多。如果我生的地方太多的话呢，父母的命寿命不会那么长。好，那如果生我要能生你，他才有用啊。他生不了你呢，他的病也会多病。但是这边如果生不了你，这里啊，这个地方生不了你的话，你太多生不了你的话呢，你蛮独立的了，啊，蛮独立。所以印星这个地方代表智慧啊，代表智慧。印多，这个人很会读书。比肩多是必当命塞，这边多是鬼脑子，这边多的话呢是聪明才智，某强不一样。啊，这边多是权力、权势。啊，这边多就是富、财富，这是子女。啊，这是子女，所以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记住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劫财在上，比肩在下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啊，劫财在上，比肩在下。三官在上，食神在下，上下。现在我们看所有的上，是不是劫、伤、三正教过了啊？劫、伤、三正。那位置不用说，这个是财星，这是官星，这是印星。所以当你说劫、伤、三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正财、正官、正印吗？这是记的一个方法，很简单的。那底下呢，更不用记了。为什么呢？劫财下面是比肩嘛，伤官下面是食神，这根本就不用记了。正财是偏财咯，正官不是七煞啊，然后偏逆就直接写下去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开盘啊，直接开一个盘出来了。在中级的时候学到这里啊，学到这里，所以应该是蛮容易懂的啦，是不是啊？应该是蛮容易懂的，因为这是中级应该要知道的。这个更不用说啦，更懂啦。阳见阴，阴见阳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啊，你的八字，你的天干是属什么的？阳的啊，阳看到阴。我的天干是属阴的，阴看到阳，只有两种嘛。还有呢，阳见阳，阴见阴咯，不是另外两种吗？啊，严格上说是四种，其实实际上就是两种啦。阳见阳，阴见阴。我们说异性同生啊，这个阳和阴就看你自己的日干就对了，很简单啊。好，那么只要是阳阴阴阳的，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劫伤三正，太简单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很容易的。那如果是这个这个没有改啊，这一样跟刚才一样，哎，你 double 了，出 double 了啊。好，来这里，这个就是你们有没有错啊？是有没有人写错啊？这个66年6月26的有没有人写错？隆重错，隆重丢，隆重错啊！对呀，是真的假的？你们自己搞定啊！我们再记那个。好，在中级的时候，我们学的就是丙火生于五月，是不是？丙火生于五月，那么这个丙有没有根？没有啊，中级。这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教过了啊，很多老师呢就会看到这是阳火，
所以他们就是说有根其实是无根，没有根千万不要被影响，因为担心以后啊，你们去上其他的课，或者在自己在研究的当额，哎呀，越研究越走火入魔了。啊，没有根，他没有根，记住啦。好，我们放靠近一点看哈，还可以啦，啊，还可以。好，今天教的呢，就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地旺。地旺，这个就是看命的诀窍啊，劫财啊、比肩这些，刚才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它是看命的诀窍，看运气的诀窍就在这个地方。地旺，地旺在年，在月，都有不一样的说法啊，但是要记住。八字有四个地旺，很多老师他们都会写是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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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ever 的，没有关系的。这个运星啊，要把它给 separate 年月日时，哪怕它是四个旺，四个地旺，你都要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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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解释。地支是一样的啊，丙午地旺嘛，是一样的，丙午地旺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不用去管它，不用去管它的啊。好，来说一下地旺。地旺代表什么？代表一般家境都是 OK 的，都是蛮不错的，独立自主的意思，就地旺啊。啊，我们说雄心壮志就是地旺，但是一定要在年啊，一定要在年。因为如果在月的话呢，不一样了。在月的话不同，在月的话代表什么？这个月也有地旺嘛，看到吗？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月，月这里也有地旺，月不一样，月是自尊心很强，这个不太一样。啊，你们常说有骨气，哇，你真有骨气啊！啊，就是这个。地旺在月，但是你看是很有骨气，看是很有骨气，就是让人家感觉的意思啊，很有个性啦那种。所以女孩子啊，女孩子如果月有地旺的话啊，你要请她吃饭没那么容易了，大多数会碰钉的啊。好，哎，这个就是劫财比肩做地旺。现在啊，应该很多书本都有写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吧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高级的地方，我们就要学这里了啊。你要知道他坐在什么地方，他坐在地旺哦，看到吗？啊，他坐在地旺哪里？比肩，还有呢劫财，有意思的哦。啊，劫财呢是属于火，丁火；比肩呢也属于火，但丙火。这两个火，然后把它记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才说啊，劫财比肩是地旺，但是它的力度就不一样了，谁的力度比较强？然后永远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比肩和劫财谁的力度强，才能够断定嘛。如果说劫财的力度强的话呢，那正官很重要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会 automatic 的去看他正官的，因为你很了解这个八字是这样子运作的，所以我才告诉你们常常看，你要常常跟人家看，基本上明天你就可以跟你的同事看他的正官和劫财，你看这两个，看上一个星期，所有的人你什么都不说，你就说看他会不会存钱，你就看上这个，然后再把地旺，地旺就是代表这根柱它的力量，它的运势有多强，这是地旺啊，十二运是这样子的意思，
以前只告诉你们这根柱是天干地支什么的，那强不强呢？你就要看它的十二运，这十二运很重要的，这个就是打开命理学的钥匙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被那个号数，我们不能够成比，就是跟这个不能成比。但是你们学号码会比较好一点，准吗？准，学号码准不准？准，啊，比较快，你不用学那么多东西。这是丁火，这是丙火。跟人家看命的时候，或者说跟你自己看的时候，你这个一定要这样分，因为现在是高级了，现在是中级，要上高级就要这样分，要不然你学不会的。看命就在这一点，其实不是你们学不会，是一些老师他不懂怎么教，他就说你慢慢学，慢慢学，慢慢学，你就会看了。你一定要学到这个程度，你就会，你现在就很清楚了，啊。这个劫财丁啊，这个比肩丙啊，比肩是属于丙火。那么生在什么月份？刚才那个人生在什么月份？甲午五月啊。五月到底是丙火比较旺还是丁火比较旺？你要看他本气，五的本气是什么？丁火，所以丁火旺，劫财旺，这个字严重了。但是她是个女孩子，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分别力又大啊，得不到的很喜欢去夺，那是劫财旺。男孩子呢是贪念会比较重，爱冒险。记住啊，女孩只要是官，十之八九都跟先生有关系，例如三官。以前还有一个叫偏官，就是你们说七煞啊，以前有偏官，也可以用了，不是不可以用，只要是官字的都跟老公大多都有关系啦，他嘴无关系啦。那么这个丁既然是劫财，既然是旺，虽然是本气，五的本气啊，我们也要看清楚，对不对？看一下他的那个刚才那个八字的旺是火，相是木啊，相是土啊，旺是火啊，相是土。那么死呢是金，求呢是水，那个修是木。我们说的望向死求还有修，这五个要分得很清楚哦，因为你们的八字里面啊这些在一个人的八字里面啊，这个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买这个 software 好，因为它全部都有包括，只是看你怎么运用而已。好，你就会，所以望火望的是什么火？所有的火都望吗？不是，它望的是本气，旺的是本气，等一下我跟你们说啊。所以这个火和这个火根本就没有关系呀，没有关系的，他是他，他是他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只是同我而已，他不是丙，他这个不是丙，这个也不可能是丙，怎么可能是丙？四就会丙，丙四年出生的，没听那个啊，丙巳你就没有听过了。所以这个劫财的力度大不大呢？大，很大啊，大没有关系，大一定要透出来，要让它出来。他如果一直躲着，正官根本克不了他，知道吗？他如果一直躲起来，正官根本就克不了他的，他又不透出来，就像一只 camouflage 一直躲起来。所以有没有试过这个孩子一直花钱的嘞？
老公一直花钱的嘞，老婆一直花钱的，你没有办法阻止他的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跟你说？因为我很担心你把这个正官以为哦，他有正官会克他，我这边跑到来这边了、啊，那是很厉害了。那怎么样才有正官？那要看他大运哦，有没有正官运呢、啊？他走十年的正官运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正官呢有用吗？正官在这个时候没有用。好好，等下慢慢再说，慢慢再说啊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劫财了啊，知道这个劫财也是在地旺啊。哎，这里忽然间出了一个十字，劫财在什么时候最旺？少年成年，在什么时候是最弱的？晚年最弱。啊，晚年的时候就比较弱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气盛的时候是在几时，和衰败的时候是在几时。那么再说这个甲午和丙午又不一样了。很多人会说丙午火很大，其实是甲午才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彻底了解什么叫做有根和通透，通透才叫大。